监察院外交委员会今天讨论通过了63年度年终总检讨会的有关外交方面的一般政治检讨意见，将送请有关单位参考。今天也讨论了外交部顾问邵玉林跟余旺德对外交部主请他们限期申领政务官退职金，是不是应该把担任驻外使节跟担任顾问职位分开的案子，决议交给七人小组再加以研究。另外，曾荣福等5位委员提议分区巡查驻外机构，将报请院会讨论。